大家好，又到金哲老师的动动脑，然后我们的动脑那个哦一样订阅免费，那从网址进入右下角有个网啊红色的订阅字，按下去变色就完成订阅。那对老师很赞成的就按个赞，那如果要有人就滑到最下面。如果还有问题可以加老师的 LINE， 老师的 LINE 的 ID 是0918568516哈。那我们说了这个数哈是尾数是7啊，这个7放到首位就变成两倍哈。那我们继续哈。一得二，再来二得四，再二四得八，再来二八十六进一，二六十二加一等于13进一，二三得六加一等于7，那就完成了哈。好，那我们继续哈。那我们来说，如果一个数它的尾数是8，那把这个数8呢也放到首位。变成原来的什么7倍。好，来我们来看一下哈，那照得到哈，来7856进5哈，6742加5等于47进4啊，7749加4等于53进5啊，3721加5等于26进2，6742加2等于44进4啊，4728加4等于什么？32进3。啊，再来呢，2714加3等于17进1。再来7749加1等于50进5。啊，再来这边是5，那再来什么？5735进3。啊，那5735加3等于38进3。啊，那7856加3等于59进5啊，7963加5等于68进6啊，来7856加6等于62进6啊，那2714加6等于20进2。好，这边呢啊，再来2714进啊啊，进一啊，来4728加2等于29进2啊，那再来7963加2等于65进6啊，再来呢啊5735啊加6等于41进4啊，再来17得7加4等于什么？11进1，再来17得哈，再来17得7加1等于8，那就完成了哈。再来，如果这个数是尾数是8，放到首位呢变6倍哈 ，OK， 一样哈，来啊，6848进4，6848加4等于52进5。再来2612加5等于17进1，再来6742加1等于43进4，再来呢3618加4等于22进2，再来2062加2等于14进1，再来4624加1等于25进2，再来呢5630加2等于32进3，再来呢2612加3等于15进1，再来5630加1等于31进3，再来16得6加3等于9，再来9呢6954进5，再来呢、4624加5等于29进2，再来呢6954加2等于56进5哦，再来呢6636加5等于41进4，再来呢16得6加4等于10进1、哦、这个零这个一，再来一这个6、哦、再来6呢6636进3，再来呢6636加3等于39进3、哦、再来6954加3等于57进5、哦，再来6742加5等于47进4，再来6742加4等于46进4，再来6634